男生，我们就不拥抱了啊！起来，咱俩来也没有枪啊！你俩声还没听着吗？这看面相啊，你们这软棒太软了。玛丽，你俩一起先开始。不，哥，你咋的？你一会儿不吃吗？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这么多人眼睛看着呢，你怎么连自己人都打呢？我还图图啊！不是我说，岁数大了，录节目真好。 三尺九的腰，你这三尺九，过来给哥挡着。这玩意儿也真……哎呀，你怎么像猪八戒似的？他后面肯定有。我是真的，也没摔钱。哎呀，哥，什么服务的？腿给你夹实了，这就是 boss work。 哥，你以前听过呀？哥，你是怎么走？走是不走？你挡道了？那我想试试，如果不系安全带，我就这么俩手勾着行吗？ 你验尸了？人家扔下去，把腿踢下去。你现在多少斤？你年长胖了多少斤？不，我告诉你，现在人设是秦老的人设，是吧？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是我。马丽是仰泳过来，劈叉完了之后一个后轱辘毛，一个劈叉一个后轱辘毛。你是怎么的那个找着新搭档了？丽呀。 想弄死你哥呀，这是！地毯还动了呢，梁哥，还撕我方帅上了！太心眼子，哎呀，你看，还晃晃的呢，溜达呢，搁那，让他们快走两步。腾哥快不了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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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，大家好！哎呀！哎呀！大家好，大家好！ 哎呀，弟呀，哥，想你哥，想你，哎呀，男生我们就不拥抱了啊！我可不干，我就不行。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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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，各位嘉宾，请往这边站。啊，来来来，啊，来，腾哥。 上来就干活啊？那当然了。腾哥，你这劲儿挺大呀、啊！我看，<笑><笑>嘴还这么碎，这么多年了哈。来来来来来，开始了啊！欢迎大家啊，来参加怀柔敬亭的提锅仪式。哎，让我们热烈欢迎本次提锅仪式的东道主。 白敬亭先生上前领取自己的主持词。主持，这边你应该抢过去啊，把这几个字。哎呦，你弟弟更有眼力劲了，一直在那敲锣，要不然更尴尬。<笑>主持词。<笑>来，那么现在我们就给白敬亭先生送上火锅。行，在我行李箱呢，我拿一下。 哎呀，这锅小锅漂亮啊！这锅好精致哦！这感觉像是咱二山那个打包回来的。好，吉时已到，我们请白敬亭先生邀请伙伴们与自己的爱锅一起热舞。热舞，就着这天气，真的是热舞，跳啥多冷的舞都是热舞。来吧，敬亭，来吧！哎呀，哎呀，领舞，主领舞，哎，主领舞。 怎么跳来着？那个，我都看看你。哦，对对对，哎，三，开始吗？二，一，走。不是，就我俩这爷们儿。 我以为大家都一起热舞，我一回头大。想问一下白敬亭先生，现在的心情尴尬吗？我这一身汗。行了，咱吃饭去吧。走啊，吃饭去了。走。
瘦了呢，弟啊。我瘦了吗？我说他长个儿。瘦了呀，他个儿还长啊。哥，你摸一下。哎呦，什么结实？厉不厉害？可以啊。哎呀，小童，往里坐，挨着你丽姐去。你坐坐坐坐。不去啊？不去啊？就让一下。没一秒都没有。走个形式。贵州人民的热情。把一个瑶族传统的鸣枪仪式，只有贵客登门才会在寨口来放枪、欢迎大家。哦，那这儿还可以拥有枪支啊？它是火药枪，是有备案的啊，有备案，而且是作为这种传统民俗表演来呈现的。那我们可不乐意了啊！我们俩作为请来的嘉宾，我俩来也没有枪啊，那我俩也不是贵客呗？你没看着啊？你俩声还没听着吗？哎呀妈呀，行吧。好，那大家现在组合一下。咋组啊？那这看面相啊。那就按这样呗，那就这样呗，顺着来呗，按座位。哎呦呦呦，两个美女一组啊，跟小孙子一起。哦，你们这软棒太软了。哟，钢筋都在里面呢。要不要试一试？太软了，这个。啊！哎呀，还是腾哥够意思呀，节目组都没舍得在咱俩身上花钱。哪组咱们先开始？那就那个玛丽，你俩先开始吧。不，你也起来啊。我起来。你也起来啊。长辈嘛。那看看咱长辈让哪个晚辈先开始。82的。这不是我。哥，你咋的？你一会儿不吃吗？你下手这么狠，什么玩意儿啊？什么玩意儿啊？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。关键腾哥，你两个都招，你就不好受。不是，我就是我这人就这么真实，就这么真实。弟弟们，你哥教你们做人就是要真实啊。明白了，就找后脑勺的。一会儿哥就吃。崩你！不晕过去不行。62，85。这一直没下100呢，快赶紧！看见了还？你怎么连自己人都打呢？哥，你不能所有人都得罪，你快吃。给打出来，大嘴给打出来，怎么还龙门吐骨啊？给打吐面了，你这是龙门吐骨？给打吐面了，你这是。一会儿我们是换个碗啊，可不用这碗啊。那个下一把能不能咱四个一起来啊？这怎么看真馋真饿，这是哎呦我天！一块儿吧。这是啥？哥，吃完了这桌客人，我们得翻台了。这个不用换，这个我没动。就把这个面换一份就行了。不，我吐，我这是吐在碗里了。哦哦哦！等一下，我暂停一下。哎哎哎！不是，我说抄了。哦，不是抄你，哥，我错了。玛丽，你安全了。我。三十了。迈瑞是，看看我哥，打我！啊，快，就这个机会一碗汤了，快！我饱了，哥。好。
吃饱了，一碗面。白水缸获得我们的豪华赏。哇，好，好姐，姐住。真的？来，这个是你猜的啊。弟弟。姐，这你猜的啊。会来事儿，会来事儿。岁数大来录节目真好。你不，你光是岁数大吗？你人格魅力呢？哎呀，是吗？你还我还有人格魅力29的腰吗？哥，你写谁？我写的 Z 姐，玛丽2尺9腰。你3尺9的腰，你才3尺9的腰，你依然是有人格魅力的。谣言就这么出去的，3尺9的腰。哎呀，所以我因为这事儿我也得到了报应啊。我指不定住哪儿去了，茅厕。我误差值21.6，差一条腿出去。可见呢，平时腾哥这个认识这么多年，脑子里的玛丽，我就看脸。这一头小猪、啊，我就看脸。哎，你刚才这个是潘姐手晒黑了吧？不是，姐挡了脸，我给她挡额头。过来，给哥挡着了。这玩意儿也争啊！哎呀，你怎么像猪八戒似的？嗯，八戒，嗯，系脖子上吗？嗯，我听不着，系脖子上吧，咱们。我听不着，玩游戏呢，搁这儿。就这屋躲、啊？我这往哪躲呀？就这么大个屋啊？就这呀？咋整啊？这也没啥藏的呀、啊，哈，没有啥藏，就是躲、跑、动。开始吧，赶紧的，我们也不藏，快点的吧。太气人。不是，不是，他后面肯定有，这李姐，李姐是李姐，不是，腾哥，我谁呲溜一下就开始了，这还有人，尝尝啊，我告诉你，这李姐。只差一个了，太烦人了！你不来，我也不能陪你。不是，我在那待好好的，程程拿那个鸡把人引过去了。我那地儿多安全，真是。你在哪儿啊，程程？躺在那个沙发背上。真不我说，程程把你俩引过去了，拿那个鸡叫。不想让你好。来吧，起来吧。一下就能摸着。对，不是，我是最注意力的。我哥那两下啊，我哥被我害完以后，从那儿翻下来那两下，有点杰森斯坦森的样子。我跟你讲，腾哥，绝对练家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腰椎啊、颈椎啊都没问题。小童，你最伤我的是摸到腾哥的时候，你说丽姐吧。半天，就这个厚度，主要是我没，哎呦，气的，照我的脾气，我宁可被抓，我也得骂他一顿。出发，走，姐抱你上车啊，不没没，哎呀哎呀，这绅士的，哎呀哎 呀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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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谢谢沈老师，谢老师，哎呀沈老师，我兜里也没揣钱，哎呀哎呀磕死我，哎呀哎呀你这是怎么服务的？怎么服务的？腿给你夹折了！哎呀，哎呀，腾哥，你前面有个东西，头上不动啊，这是个虫子，花大姐，
哎呀哎呀妈，啪啪，一啪进嘴里，进嘴里，差一点。好，走好。黄大姐，哟吼！哎，我有件衣服忘拿了呀。啥衣服？进山洞不是凉吗？你没准备外套，那能行吗？不能，那二十多度能行？没事儿，说凉不至于凉成那样。那可是山洞啊，凉就出去再待会儿。哎呀妈呀，这嗝！哎，我拿着一顿往你那里边一顿，像没坐过车似的，这一天也安全。自己从哪又捡个笑？想起来上次他开车了，嗯、瞧不起这瞧不起那个的，自己倒车的时候差点撞墙上去。给我们笑的，我们在那车上。腾哥，你给我看看我后面的空调，给我开开呗。你后面的空调啊？这儿有钮吗？不行，没有风。你前面我还真不会。嗯，算了吧，我忍着吧。你也别忍着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好好开车，好好开车。好点没？好点了，好点了。哎呀，我跟小白，咱俩穿短裤哈。啊，对，行，说明咱俩身体好。你俩小心点，那个岩洞那个滑着。哦，明白。行，明白，我们注意一下。哎，里面有耗子咬你们腿啥的。哎，哎呀，来啊，呸！哎呦我的妈！太黑了！哎，这么大洞穴！啊？这么黑呀？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妈呀，迷糊啊！这真迷糊！我这太高了吧，这也太吓人了！哇！妈，大喜呀，你可慢点啊！没事儿。不是大喜慢点，你慢点啊！我确实晕。给我整轱辘下去，我也有点。哎，真挺凉快的。我这喉咙、啊。好舒服呀。我喜欢冷，我不喜欢热，一热我就胖了。冬天在东北拍戏，那小脸儿老好了，可紧实了可紧实了，嘴也紧实，嘴严，这烦人。慢点啊，这好多都已经结晶了。嗯。哎，这个漂拍呀，老漂亮了。你把上面卡一卡，往上点，对对对，再往下一点，快走吧。堵车了，开不下去了。快走吧。哇，咱下去探探险去不？你去吧，哥。哥你去，我们给你顺个绳。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差异性溶石，就是岩溶里面的那种差异溶石，它是重新结晶的。哦，曾经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boxwork， 它是成一个箱状。哦，这就是 boxwork。哎，对对对。哎呦，哥哥，您以前听过呀？以前听过。嗨，嗨，主修的就是这一块。不说不提了，不提了，搞得就像我来卖弄一样。这个洞是怎么来的？这个。哥你是怎么走是不走，你挡道了，别人给我照个一寸照。手机没打，就挺给照一个一寸照。我说反光不？贼像底下矿工。是不是闪闪发光？哇，不灵不灵的，好漂亮，这是我最喜欢的。发了发了，快哇，哎呀，太漂亮！玛丽最喜欢这种不灵不灵。对，你慢点来，一步一个脚印，就说的是这意思吧？咱俩就扶着小童，小童。对，你俩扶着我就行。特别像带两个老年人出来，特别像带我父母似的那种。父母都比我俩能走动动道，都比我俩灵巧吧？你折。哎，它不是平的呀，平的咋滑呀？我有点害怕。那玩意儿到哪儿啊？有点啥呀？这不是跟蹦极似的吗？到那儿怎么落地呢？哎呀，哥，咱俩算了吧。
哇，这个是有点刺激，这个我心跳梆梆的。我现在也是，我现在就脑子上有点充血。哎呀，妈，我手都凉了。哎呀，大喜胆儿挺大呀。哎呦，你忘了吗？跟个男孩似的。大喜是胆大还是厌世来了？我应该抓哪儿吗？一会儿我想试试，如果不系安全带，我就这么俩手勾着，行不行？你厌世了？我去。你想不想试试？就是在这打架呢，是不是有痒，又有点痒痒？对对对，我也是。姐，这样，就你俩要都玩索道，我就玩；你俩有一个不行，我就搭伴跟你俩下去。玩吧，都来了，来都来了，整吧。你来啊，丽。来吧。你腿咋打掉了？我也敢去。加油！加油，丽姐。哎，我天哪，不行啊，心脏有点跳得太快了。我也在跳。我一点点下，是不是也行？对，先站住，先站住，我先把你把安全措施做好。哎呦，不行啊，我太害怕了。没事，丽，你放心吧。我握哪儿啊，教练？丽姐，你这样啊，你下去之后，你到那个终点的时候，你要是觉得还行，你告诉我一声，你就喊一声，你就喊一声；要不行，你喊两声。我真的。双手握一把。啊，他就过去已经这样了。加油。咬牙一跺脚，好，先站起来，站着，慢慢推，推到边，推到边，推到边。我蹦极都是人家给我踹下去的。你还玩过蹦极呢？好多年，十几年前了。哇，不行不行不行！哇，不行不行不行！丽丽，玛丽，丽丽，加油！加油！不行啊！啊！你这上香来了，你这是啊？我害怕啊！加油，来吧！一点也不害怕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哎呀妈呀！你就一下，姐，你就闭眼往后一蹬。啊！你们不是露营节目吗？你干啥呀？这是啊！姐，你就闭眼往后一蹬，征服大自然。教练，你帮帮我呀！站起来，我站不起来，站起来，往后稍稍，往后稍稍。你帮你往边，你往边。哎、我真的不行。我这我也帮不上忙，我也不敢走过去。姐，你先站下，你别卡着屁股。我不行，我坐着下行吗？你先走到边上，要不卡屁股。让他吞到边吧，他走是走不起，走不到边了。先蹬起来。我蹬不起来，我腿是软的。哎呀！赶紧扔下去！立，三，二，加油！教练，一，走走走走，这把腿踢下去，走，走，走。啊！你干嘛呀？都到边上了，都到边上了，挂着个边儿，鞋别掉了。放松，放松，放松！哎，我的妈呀！很棒，很棒，最规矩的滑回去。就方向都没改 ，Mary， 太有效果了，太吓人了，哎呀，
你好。挺好的啊，我在这耳朵我都听到了，绝对不是演出来的声音。太吓人了！哎呀，过来就好了。我丈夫这腿都抖了，不行了，哎，现在需要出发团成员推选两人，相互提问一个问题，用答案发声的方式吹灭蜡烛，有一人能一口气吹灭全部蜡烛，即可全员获得调料。腾哥，你俩组合，腾哥，你问丽丽。你配做我朋友吗？你说配。啊，这个字儿好发哈。走，来吧。哎呀，从来没这么积极过。我先问你啊。好。你现在多少斤？不告诉你。哎呀妈呀，你喝辣来了上这儿啊。你今年长胖了多少斤？不告诉你。丽姐，他想拿什么东西吧，他也不说，他就在那儿定格，哎呀，也要下去，对对对，就一个姿势。对呀，你说你不拿一下就完事儿了，那不好像咱挺懒似的哈。就是啊，现在人设是勤劳的人设是吧？现在呀，勤快。哎呀哎呀，我买腾哥现在确实勤快，干活照顾人儿。那真是怎么事儿呢？是年龄大了吗？年龄大了，再不动弹动就彻底粘上了。这折耳根就是个摆设，也没人吃啊。吓我跳，我以为吐往碗里了。太吓人了，这个东西怎么能吃呢？太快了，你吃了啊？对，妈呀，你能吃这个？好吃好吃，他四川人，我也能吃，我爱吃啊，我爱吃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多腥啊。 No， 这个绝对是一项技能，这个这算特长展示了是吧？这真的算特长展示，十个人有仨人能吃这玩意儿就不错了。是是是，来一个哥。十个人有仨人能吃这玩意儿就不错了，十个人就不错了。哎，腾哥脸色大变，这和我一想的整个不一样啊。你真能吃啊！我爱吃，但我第一下我都没想到。我说实话，第一下有点超出我的想象了。就这次就突然不爱折耳根了。没想到。对，哎，我可以。谢谢各位大哥。这店干什么？走字儿呗。我觉得腾哥可以少一点。腾哥哈。嗯。老被叫别人掺的。穿过他的一人给20。腾哥是这里岁数最大的吗？当然了嘛，这哪节目不是啊？是吗？你比兵哥小吗？大。大。那你兵哥多大呀？我们请腾哥就位，盆下面就位。哥，你得往前点偏了，再往右一点。再往右一点。我都听你们摆布，反正。再往左一点。一步，再一点，再一小步，听见吗？腾哥，什么？别说了，不行，音量绝对太小了，他都听见我喊他了，不行。哎呦，少少，
哎呦，啥也听不见，也别这么大声了，脑浆子都破。先来烟囱啊，横，然后这边那个鼓，对对，这，哎呦，老钉头，一个老钉头，欠我俩球。不，咱也插来，来插。这个不对，冒烟呢，往上冒烟，对，冒烟。不是，烟垂直，垂直，垂直，垂直。还有十五秒是吧？再画烟，对，真香。再画烟。这个老丁头长大了，这真香。这是我们没找到用笔，你知道吗？火锅。啥？火锅？作弊了？没有。这能猜出来是火锅？对了，你告诉我这怎么吃？怎么猜出来是火锅的？我给你们讲一下，这个。是火锅的鸳鸯锅的中间线，耶！对，这个是一个锅，对。然后我感觉这个有点像辣椒，螺丝椒。啊，对，别解释了，赢就赢了，行了。这个像螺丝椒，不跟他们解释。对了，就是就是对了，咱们解释啥？这就是团队的默契，没办法，团队默契，羡慕吗？画个老钉头能猜到火锅，就是默契，你想怎么整？气人就是，这就是默契，对，太气人了，太气人了，就直接画结果，这个最无聊。花瓣，哎，花瓣，花，哎，花，第二个字是花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一共几个字？三个字，太能不能不比划，哥？能不能不比？咱你们刚才不是比划吗？没花，没有花。脚啊，梅花鹿。你们这样，你们把笔放下吧。哎，我们有花吗？有花，这跟梅花真有关系吗？这不是脚吗？这是哪个脚？这是胯底下的脚还是脑袋上面的脚？大喜，咱下来别说话，容易露怯。这话挺好，话挺好。该谁了？我觉得兵哥一猜就能猜对，兵哥细节控够呛。细节控？你们画这玩意儿有细节吗？他控谁去？哎呦，这是什么品种？哎呦，哎，我知道了，画两个东西，咱们画两个东西。你们画一个东西画准确了，我就算你们赢。都不用猜，能把那东西给我画出来，我就算你们赢。哎，我们先画兔子，好画，两个大耳朵，是不是？好，可以，可以。我从这边让兵哥从这么看啊。等会儿再换一个。对，这样，就耳朵没画完呢。他们到现在都没掌握怎么画能画好。你除了那个蘑菇，说实话，其他画的也够呛。可以可以，哎呀，好香啊！天，兔子，鼠兔，鼠兔，这是怎么？兵哥后面长眼了。我跟你说，咱们猜说放的是歌。他们猜说放的是导演的提醒，这能猜出来属兔来？没有哥，刚才那个方炫提醒了我，他这里整这玩意儿全是咱玩过的，细节控，真细节控。来吧。我以为我的美术底子就够吓人的了呢，你们都是毕加索的好学生。俩字儿啊，俩字儿啊，俩字儿，拉，先拉过去嘛，先拉一条直的。银河，落九天。银河能猜出来？银河，茄子，走，拉直。菜刀，这边。倒是一直在。锯，弓箭。再画下来。好，上那边。能不能画上去？盲猜呀！甩出水！使点劲，使点劲！好，来继续。这是什么呀？铁丝网，这是。然后这边，来。哎呀！钢丝球。我直接第一个字儿。
哎，这是第一个啊。跳床。哎。这团队的默契，这默契。完胜吧，完胜。就愿赌服输就完了啊。让人家观众看看他们的画画功底，看看，好好看看，得从我们这边拍啊。吊床是这边的视角啊，裤子是这边的视角啊。手心手背背背背，你怎么还变呢？这玩意儿也变，我就跟你组。你说这组这人，哎呀，手心手背。不行，多了一个，不行不行不行，4v4永远也不会。现在比如说就我仨，完你们再有一个单的就出来。那我们不去，我们不去。我们不太愿意去那边。你看你们不愿意跟腾哥，我愿意跟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开玩笑开玩笑。那个玛丽是这样的，玛丽是仰泳过来。不是玛丽姐滋，玛丽姐滋，啊你滋的。小排，你就是那什么 popping 过来。请问你那个 popping 是怎么的？这么就来了啊 ？popping 就这个。这个是 locking 吧 ？locking 吗？对。那么该大活了，有大活。大活，赶紧想一想，腾哥。大活，腾哥。腾哥。这样吧，腾哥，你劈着叉过来，怎么样？一个劈叉，完了之后一个后轱辘毛，一个劈叉，一个后轱辘毛。你是怎么的？那个找着新搭档了？这不都在这儿呢吗？阿丽呀，想弄死你哥呀，这是。哟，哥哥，你给我们出题的时候，可比我们狠多了。我就这样，我不直腰，我不直腰走过去。你趴着过来吧。这样的。行不行？这老累了啊！不是你趴着，像程程那样，就趴着，趴地下。欧阳锋啊，趴下，这样的。趴下，对对，趴下，趴下，趴下，对，往前走，啊、往前走，对，就这么走，就这么就行。你颈椎也不行，腰也不行，我们现在只能用你两个胳膊，好不好？就这样吧。姐，腾哥正在往你正方面前进，腾哥正方面，这，你的12点半方向，11点半，这儿、啊、OK， 这儿，快到了，告诉我啊，他还有2米。地毯还动了呢，哎呀，凉快不？哎呀，凉快不？全呲我方旋上了，哎呀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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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丽姐来这个，那我就这么来吧，行吗？大草蛇呀，对呀、啊，我去把玛丽带过来啊，走，丽丽开车。哎，你啥时候到的啊？
半天了，就等你呢。上不去坡呢。都买完了你们？嗯。腾哥你也买了？没有呢，我看不剩啥了。你剩不剩啥？你也得进去看一看呀。你拿那帽子吧，我不行，我替你拎这箱子，一百个心眼子，哎呀。